全世界，环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等我去冒险。月儿和马术掉入了时空错乱的世界，他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吗？好小，他们的椅子特别可爱。哇，这里就是精灵的世界了吗？ Beautiful. Beautiful. 我们来到了精灵的卧室，哎，这里藏在这边了吗？坐垫。不会那么简单的，刚刚也不会在沙发上。钥匙，哇，还有任务卡。马叔，快过来！来，什么？这里有钥匙和任务卡，你看。在哪里找到的？就在这里。刚刚收到情报，下一把钥匙在天上的街市，藏在一位街头艺人手中。注意，不要暴露身份。街头艺人手中，而且要保密，我们不能暴露身份。是的，月儿，那么下一把时空钥匙肯定就在这边了。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找看吧。你有见过时空钥匙吗？常见过，在我一个朋友那里。不过他刚去了南美，你们快去找他吧。南美？那是往那边走吧。往那边。好，谢谢。你去看看，谢谢。哇，这是哪儿呀？月儿，这就是南美的热情桑巴舞。哇，你是怎么刷到他跳舞的？因为你跳的舞很好。你跳舞跳的太好了，你一个人在这陶醉。哦，这样。给我们了吗？可以。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当然可以交给你们了。那那个时空钥匙也是不是在你这儿？时空钥匙。别装了，看到了。好吧，好吧。藏不了事儿。这个大好了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来看一下任务是什么。好。最后的钥匙藏在上海的千年变化中，掌握上海千年的秘密，就能获得最后一把钥匙，获得凡尼能量币。千古情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真的我还不知道，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好，走 ，Go。这是哪？千古情。你在哪儿呀？千古情。大叔，你看，上海千古情。说这最后一把时空钥匙是不是在这附近呢？我觉得应该就在这里吧。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乔乔，你看这，是刚刚舞台上的乔乔老师吗？请坐，请坐，老师，请坐。老师，你坐这。哎，
你们是翻明星人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们。嗯，时空钥匙在您这。嗯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老师，那赶紧给我们可以吗？嗯，那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们啊。就知道那没那么简单。来来来，过来，我们翻明星人特别厉害。对，脑筋急转弯，我们自己拿手来。那好，第一个问题。嗯。在美人鱼的环节中。嗯。这个节目是在哪个环节出现的？美人鱼，我知道是哪一章是吗？对，第五章。第五章，它主题是什么？风从上海来，是不是？海上啊，风从海上来。哦，风从海上来。对了，这位美女对了。OK， 越答越了。下一个问题，嗯，纺织女工跳舞的背景音乐叫什么名字？我那个真的跳巨好。题目可能记不太清。我会唱啊，我们唱出来吧。我给你唱来。三二一，走。在希望的田野上。这是不是这歌名啊？在希望的田野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也唱出来，你怎么不表扬我？我感觉你的调调唱的好像不对。你确定吗？老师，好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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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一个问题了，好，最关键的问题，好，钥匙就在这里了。OK， 上海世博会在哪一年举行？哇，这个简单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一起回答好不好？三二一，2010年，对不对？对了对了，Please 钥匙，哇哦。钥匙就在这里了，给我们呀，给我们吧，老师。当然他一个，我给他吧。好，要拿好。哎，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那个番尼能量币在哪吗？番尼能量币就在悬崖边，是我们去那边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对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嚯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大月亮。来，大月亮前面有大太阳。哇！这里也太漂亮了！哎呀，五星级的江景，你行，哇哇！看到没有，对面是什么？东方明珠。好，哦，我们差点忘了，哎呀，我们是要找范尼能量币的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来来，啊，太简单了，马叔快走，走走，你看，来过来拿起它。Hello。怂了，秒怂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来过来这边确认。上海宋城位于黄浦江畔石博园区，是一个颠覆想象的全新演艺公园，有20多个剧院和表演场所，处处是网红打卡点。演艺公园天天有大戏，周周有茶趴，老少同乐，情侣结义。环游全世界，我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。环游全世界，我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。